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 Roy， 欢迎嚟到 Rena。今日咧，我哋就要开箱呢个 Toyota GR Yaris。咁佢个编号咧系10097。咁我哋就开始打开嚟睇，里边有啲咩？嗱，正高。在條片開始之前，如果還未 subscribe 我 channel 的朋友，可以在 channel 名的旁邊點擊 subscribe， 順便按旁邊的鐘仔，選擇最上面的全部通知，這樣設置有新片出來，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，多謝支持。 OK， 那我們呢現在就由車殼開始看啦。那這個呢就是硬殼來的，那跟之前的 Rally 的那個 Yaris 比呢，那之前 Rally 那個呢後面比了很大的尾翼啦。咁啊，呢個咧啊，普通車版本啦，呢個當然。咁啊，佢個貼紙咧就咁樣嘅，呢個係佢個貼紙。咁啊，當然呢度咧都跟埋啲 number 俾你嘅，咁睇下有冇number 係啱你心水嘅咧，咁你就可以自己貼上去啦。OK， 咁佢個說明書咧，今次我覺得做得幾型嘅，咁啊直頭將成個咁樣貼紙啊，即係張相啦，咁擺咗上去啦，個感覺都唔錯嘅。OK， 咁再嚟咧，我哋又睇 chassis 嘅部分啦。咁啊，底盤嘅部分咧就係 VZ 啦。咁佢個 chassis 嘅 material 咧就 ABS 嚟嘅。咁呢個板件咧就一樣係黑色嘅。OK， 呢個佢嘅板件。咁個轆咧就中勁啊，係窄嘅轆嚟嘅，啊比較窄啲。OK， 咁佢個質地咧就呢個係 PP 嚟嘅 ，OK 呢個應該 OK 睇到好清楚啦 ，PP。咁條胎咧係中勁嘅軟胎嚟嘅 ，OK。齒輪比咧比嘅就係 3.5 超速齒輪 ，OK。咁呢度咧就跟咗啲膠嘅啤檸啦，同埋呢個我相信係比齒輪嘅，即係、那個呢個 Counter Gear 嘅齒輪裏面嘅嗰個軸成咁樣啦，即係啤檸咁樣啦。OK， 咁其他咧就冇啦，就係、是、到呢度啦。咁咧，我哋依家就嚟睇佢砌好之後係點個樣啦。OK， 咁大家依家知道呢架車砌完之後係點個樣啦。咁如果咧，是本身是揸開 Toyota Yaris 的朋友呢，不妨買一架來收藏啊。 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